没事，我想你。这现在是在捡到麦的，等一下再做一道白圆子。农村就喜欢有一道菜，就这个白圆子。上完这一道白圆子，就一直这道菜，这道菜上完了。哦，烧的没烧啊？哎，烧开。那现在等会儿呢？烧开，你烧了，我弄下了。好。那个白圆好吃的，白圆子。哎，这小孩啊，都爱吃是吧？自己做的比较好吃些，自己做比是要那个好吃的。嗯，自己做的甜呀。放点盐了，这水我没弄过热，我放点这农村的菜这也好做，放点盐上，撒点鸡蛋上，我都感觉这小孩好吃热，我给小孩弄做点这样。咱快接了就完了吗？嗯，这鸡蛋，就放点盐，撒点鸡蛋。哎，妈到锅炉再长菜了呗，到锅炉吃，长点菜上，长点菜料上。也接大它面，接大均匀，它黏糊的。这小孩都往下，哎，我看也不要牛嫩熟，好时候搁地方回头下锅再做锅的。看他自己做的吃的，吃到肚子好吃呀。圆肉的。我起身安静念想，我停止想象你的模样，闭上眼睛。小浩这一顿饭还好该吃的多了。你看这面好，一盆两杯，嗯，到时候鸡鸡都关了，鸡鸡都上午吃，知道这锅炉装点菜上，装点菜料上。不要内醋，放点芝麻油。放好了啊，嗯。来，放点鸡精啊。来，嫂子，嗯。这小孩都喜欢吃这道菜，这期到结束了，完了小姑娘没事，今天先买点。